开饭了，今天猪尾巴大肠麻酱米线开吃了不？先给老公来个猪尾巴。行。来两个。行。再来两个大肠。行。大不大气？大气。再来的米线，麻酱米线，来一点。开吃。好，今天嘎嘎大。来个猪尾巴。点您的好朋友，给个双击，加关注，谢谢大家。这个米线。先让米线给老林来波福利吧，老婆。好的，咱家程校长的麻酱米线，平常29的，对不对？对，29不要，19不要，今天16.9，视频左下方链接点进去购买，16.9一桶，一桶，两桶，两桶，三桶，三桶，四桶，四桶，五桶，五桶，六桶，六桶，也不给力，给力，六桶麻酱米线，姐妹们，这每桶是净重量127克。这里边有一个纯纯的大米，还有水做的一个米饼包，这个里边一个麻酱包，看没有？有一个豆那个粉包，有一个豆皮包，有一个花生米包，有一个辣椒油包，能吃啥就放，不能吃啥别放。有一个蔬菜包，有一个醋包。姐妹们，七包料一个粉饼，回到家用开水泡，泡7-8分钟，10分钟就可以开饭，泡出来给丽丽直播，给丽丽这一样的啊，谢谢下单啊。麻酱味浓郁，特别好吃。超级好吃！开饭了，今天吃7碗大米饭，开始。兑点水。就这样。哎呀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
点点好朋友，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750毫升的一瓶水，主要我盛的太满了，不要太干了。吃完之后撑倒不撑，太干了，有点干，这米饭自己蒸的太干了。